臭男人，而是死男人了。哦，没必要这么狠吧？啊，小鱼，告诉双双也无妨吧。好吧，我们怀疑那事情啊跟禁地有关，所以我们打算今天晚上去看一看。你去吗？去。哎，说的对哦，秘密可能在禁地里。今儿夜里我们就去瞧一瞧。嗯。记得师父曾经说，西域少林有一种火焰掌，被掌击中的部位会像火烧一样。哎，一个人在我们面前自燃，而且全身着火。哎，这么奇怪啊。怪事越多啊，就越容易抽丝剥茧。哎，会不会是天门的人做的？他们怕不二庄联盟计划成功会成大患，威胁了他们在江湖上的地位，所以派人暗中搅事。哎，这也不是不可能哦。就是啊，你也这么觉得啊？啊，你干嘛？叫什么？哎，没看过这么结实的胸膛啊！我先说好啊，只准看，不准碰哦。无赖！什么无赖啊？我去夜探禁地，当然要换夜行衣哦。你才无赖呢！哼，要换回你自己的房间换呢。哎，这是我的房间呢，你进来我的房间看我换衣服，你才无赖呢！滚，马上给我滚！为什么要走？要走你自己走。哎，我现在就要换裤子。哎，小心开得你心猿意马。无耻！死笨瓜！死无赖！死笨蛋！好了，不要打了。嘿，你吵够没有啊？无赖，你！你才无赖！我不管你们了，你们慢慢打情骂俏吧。你真倒霉！我真是倒霉！谁叫你多嘴啊？哼！我为什么那么倒霉啊？难道他们知道我们要来啊？不可能啊，要阻止我们不用劳动这么多人呢、啊、他们如临大敌般，一定是啊不希望有人到禁地里面去。哎，禁地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哎，可是这样我们更进不去了。没关系，等着瞧。大家听好，从今天晚上开始加派人手巡逻，千万不得有任何闪失，知道吗？大小姐。今晚真热闹，马总管。大小姐有事吗？没什么事啊，我想进去看看。哦，对不起大小姐，庄主有令，任何人都不得擅闯禁地。我是不二庄的大小姐，庄里有什么地方是我不能去的？况且我是为了查昨晚的事情。你少啰嗦。大小姐，你们敢挡我的路？哎，走。哎呀，让开。对不起大小姐，请回吧。好，不让那就别怪我。谁在这里撒野？庄主。爹，我想进去查一下昨晚发生的那件事。马总管，我说过任何人不得内进，是任何人，否则格杀勿论。是，爹。双双，回去休息吧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哎，爹。分头追。
找到没有？我们跟到这里就没看到他的人影了。他一定没有走远，给我搜。是的。其实我说啊，紫嫣呐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的？万一我刚才一个反身用穿掌打你，你早没命了。是吗？早知道你这么厉害，刚才就不用我引开他们了。是你救了我，那还用说？快走吧，要不然待会儿马总管回来，你要用穿云掌大开杀戒了。人家的穿云掌真的很厉害，如果练成的话，我在那边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闯禁地，我们正在追劫，马上给我搜。是，你们跟我走。我一件件的搜，我就不相信他逃得了。是是。